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了庆和人家垂钓园。为什么又来了？这儿收费便宜啊，50。对我这经济收入条件来说呢，小意思，赔了嘛也赔的不多。今天带了秘密武器啊，也可能50变100，100变200。走吧，选个钓位。这个地方呢是半野钓性质，随便选个钓位吧，河面大了去了，找一个有草的地方就行。这块芦苇比较多啊，这钓鱼要想钓好鱼，就得先从窝料里边下手。这鱼要是诱不过来，再好的饵料鱼也吃不着。我今天的窝料呢就很不一样，一会儿呢给大家拿出来展示一下。限制装备，4米5的杆子，08拉05的线，新关东2号的钩子。现在大家是不是很期待我的秘密武器？那我就给大家拿出来啊，拿出我的秘密武器，咸蛋超人。没错，就是两个生鸡蛋。现在告诉大家怎么用啊，拿一个小剪刀，直接戳个洞。为什么要戳个洞啊？你要是整个鸡蛋剥开扔下去，小杂鱼比较多，把你鸡蛋又吃完了，大鱼留不住。戳个洞呢，它鱼吃不完呀，所以呢，有鱼快留鱼久。来，戳个洞，试试功效。走，可以，现在可以开饵了。昨天晚上啊，他这放了500斤，今天我来这儿呢，等于是遛鱼，不用开散炮了啊，直接软粘。再说了，他这里边地鱼指定少不了，加点这个黑糖膏2滴，再来点果酸2滴。软粘就很简单了，1:0.8。这个饵料呢，哎，随便揉打几下，不要打太死，让它稀释一会儿。秘密武器呢，已经告诉大家了，朋友们呢，给点支持，长按点赞3秒钟，咱们呢试试它的效果，开始。来了，第一条。这第一条生鸡蛋起作用了啊！大鲤鱼，安全入网。这条少说2斤半，有吧？是吧？好多。朋友们数着点啊，看我今天能钓多少条。这鸡蛋一进窝，那就是一群，这是到底就有口啊，接口，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今儿天好，鱼好，人更好。哎呀呀，我天，这条鱼个不大，劲儿还挺大。我操，连根儿了，可以连根儿了，必须连根儿。第二条，现在属于是接口状态啊，底下鱼呢是一堆。入户，加快频率，底下线是一层。你刚才还能连根不是？能上，还能上，还能有，不出1分钟啊。又来，我去，我是，哎呀，来慢慢的，这个稍大点啊。快不快？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、
哇！破锅，这个鱼大，快看看看看！我感觉这三条里边数这个最大了。哎呦我天！破，这个大啊！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我得慢慢来。这个得三斤往上。三斤往上了吧？举得动。这个大。来，王天峰，你站着，叫你站着，你不站着。这鱼扑腾劲儿是真大呀，弄我一身水。给口，又一个，哇！入户，叔叔厉害不？你叫什么呀？李牧哥。李牧哥，吃鱼不？这鱼大不大？吃鱼吧，你吃点儿，吃不吃？吃，行，一会儿你走的时候给你掂一条啊，来挑个大的，先放我这里头了啊。你走的时候喊我，咱拿一条。又来，哇！好嘞，这个鱼劲儿是真大啊，漂亮。算啊，这得开会啊。这溜是真过瘾，哎，撞进来了，哎，自己进去的啊，别让我啊，我还让你游会儿来，你一头又撞进来了，真懂事啊，这条鱼。看来今天有机会把50变100啦。点点点，小口不打，来了。爽，很爽！哇塞，这鱼都野化了啊！来了，爽，又一条，这都十几条了啊，妥妥的上岸了，已经，剩下就是潘老板的。没完没了了，还又中了！哎呀，这连杆也累呀！哎呦我去！哎，他就这股劲儿，窜完了，乖乖就回来了，入网。上嘴唇，走进去，去里边游去吧。就是鱼，给一口。就明显的就是顿口啊，顶漂啊，来了，中，来，给我，啊，给我给我，咋嘞？哦，六分，六分，你会溜不？这不是学了呀？我这容易上瘾啊！你要上瘾可不能怨我啊！我给你抄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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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了，会瘾吧？会瘾，会瘾吧？杆给我。没跑，没跑，没跑，超住了，超住了。自动脱钩了都。来，进去吧。再二个，过瘾不？太过瘾了。谈一下你遛鱼的感受。感受就是下回买装备。入坑了啊！太阳快落山了，蚊子也出来了。饵料也用完了，钓了一下午啊，三个多小时，看看鱼货，今天可以说是一雪前耻，来了，我也不知道钓多少，打得少，你应该学那个叫什么千金那样，耶，打，见不动，十多条，最少十多条，来吧，谁吃鱼？我吃，你吃，来颠颠颠颠。本来牛逼嘞！这儿的鱼货是自由的啊，想吃就拿，不想吃就回鱼。我呢，先给你们一人抓一条，行不行？你挑一个，你挑一个。来，我也要一个，给我扔一个。来，来个大的，给。哎呦我的，哪个欢上啊？这个欢上啊？我过了就。我靠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你慢点，你别动，小朋友，你别动。我也给。哇！
抓住抓住抓住。来来来。还剩几条？四八十十一条。今天等于钓了，拿走两条啊，钓了13条鱼，一条在10块，妥妥的50变100，没毛病啊。谁说不会钓鱼的？那是没有施展真本事。今儿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